宾的本是河南代表队陶浩鹏。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是福建代表队施继仪。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是湖南芙蓉王体操队屈瑞阳。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可以留念，也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。感谢颁奖嘉宾。请运动员退场。